悉的声音，心跳的频率，飞在天空中的雨，起伏的情绪，轻盈的旋律，飞在海浪上的心。是最美的痕迹，你一次用尽全力 Light up with me， 没有天生的美丽，只有背后的努力，是希望还是奇迹， It's up to me。其实我为什么要拍所谓的全裸瑜伽，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，这个世界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压抑，很多人的情绪跟精神的状态都有出一些些问题。但你不会觉得这样太奔放吗？就是做瑜伽要这么奔放？瑜伽是让你全然的放松。然后我在家里，你鼓励大家这样做瑜伽？非常鼓励。我在很久之前我就看到国外有人在做 nude yoga，只是在华人的世界里还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。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为什么不要来做华人第一个人？对，我就觉得说，既然是这样，再加上我看到了国外的那个东西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试试看啊。在家里面都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发现真的是全然的放松，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也好，你可以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呼吸更好的相处，对你身体的每一寸。我也觉得说，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，是不管你在怎样的年纪，不管你是怎样的身体状态，都是值得留下来好好珍惜的。你要爱你自己，你一定要首先学会爱你自己，你才有办法去爱家人。了解。对，一旦是精神或是情绪或者健康的状态出了一些问题的话，其实你不仅仅是自己会有一些问题，还有家人朋友，他们都要花更多的心思也好，是放在你的身上去照顾你，这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动作。你在那个布幔上，对，我在布幔上，后面这里有，对。你是怎样选了很多颜色的布哦？然后，哎，不是，妹，这在户外哎，这在户外。刚刚那个在室内吗？这是在棚内。对哦，所以你怎样？这是在大树上挂了一条布，然后你在那边，没错，转来转去这样子哦。哦，对。做猫牛式，吸气的时候胸口跟腹部往下，然后吐气的时候手推，把背部拱高。我们从小小的开始做，然后再推之后，我们就要做大的了。把脚一踩之后，臀部到天空，准备往前，像海浪般往后。对，找到我们的腰背脊椎这一个流动的感觉。OK， 如果还有空间，当然你就是脚提起来到天空，往前伸展，脚回到天空，往前手平衡，往上，再做一个，好啊。OK， 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趴了。对，才发笑，让我笑也会让我不要去相亲喽。这也太完美了吧，喜欢就冲一个啊。让我笑也会和你在一起，学问凑入数啊。不知不觉想你，心跳快到不能自己，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是你把我的开保险看这里，对不对？长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嗨，你们好。助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身高体重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。没有想到你的马竟然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才发现你让我笑颜，张浩杰。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